民国一百年十一月十五号，当年桃园八德大南消防分队与复宣队在大成国小办理防火防灾宣导活动，并以气球代替火苗，请小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在地板上翻滚，将身上的气球压迫，让他们了解如何以平躺滚的方式扑灭身上的小火。 此外，他们以气球代替烟蒂，让学童知道烟蒂必须采熄的道理。透过这些创意的宣导方式，让小朋友从快乐中学习防灾知识。 当年巴德大南消防分队与复宣队为了要落实防灾知识向下扎根，透过游戏的方式建立小朋友正确防灾观念，寓教娱乐中学习并熟记防灾知识，要降低意外发生率。记者综合报道。